龙小姐，龙小姐，啊，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紧张啊？我有点害怕。你不要害怕，你要有自信。你相信自己了，大家才能够相信你。你要用你的自信去打败所有的人。嗯，我能行吗？当然行了。如果你害怕的话，当初就不应该来的。既然你都来了，就不要这么害怕。你自己选择吧，要么你就大胆地站上台去，赢得所有人的鼓励；要么你就像个胆小鬼一样，偷偷溜回家里去呗。不行，我要去见月轩。啊？没什么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昆阳名媛佳丽成人礼暨花魁评选大赛现在开始。我女儿，墨画。哎呀，看看我女儿，真漂亮。哎呀，女儿真漂亮，看我女儿多漂亮啊！